本命数字一号加九号组成一号数字的金型人，是一位个性坚强独立，处事认真，有原则和追求高人一等成就的人。为什么在命运的道路中会面对重重的困难和障碍呢？一号是众数字的开始，数字本身潜在的信息代表着唯一和独一无二，含义中呈现着带领和孤独的信息，隐藏着自我的含义。所以根据行为学的原理分析，由于一号数字里面呈现带领和孤独的信息，同时又潜藏着自我的含义，所以对应在人的个性行为的分析，正面代表着领导和独立，而负面代表着固执和自我。因此一位拥有独立个性领导才能的人，性格自然就会比较固执和自我，而在领导独立固执以自我的个性当中，蕴含着沉降和坚硬的行为模式。然而在大自然中，金元素同样在组成的过程中亦蕴含着沉降和坚硬的形式，所以一号在行为学中五行的含义代表着金元素。因此本命数字属于一号的金型人，正面的个性，坚强独立和拥有领导的才能，处事认真有原则，同时喜欢追求高人一等的成就。然而负面的个性，好强固执，受冤不受硬，经常口是心非。由于个性好强又喜欢追求高人一等的成就，所以有时候在人事上与人争辩的时候，往往明知道是自己的错，也会同对方讲到底。尤其是本命数字是由一号以上九号所组成一号数字的金型人，在行为学中，一号代表着自我，九号代表着成功。所以根据 UF 五行计算方式的分析，在一号对应九号的情况下，表示此人的大六感好强，处事有远见，是一位出色的领导者，并具备着出色的策划能力。然而一号以潜藏着成功含义的九号相结合之下，表明了此人对成功的强烈渴望。因此在命运的走向中，由于处事带着急于求成的心态，导致经常面对问题的时候缺乏耐心，往往会忽略了当中的细节以身边人的感受，从而无法顺利地完成计划，最终失去信心，进而错失了许多宝贵的良机。个性喜欢将所有事情都承担在自己的身上，因而往往会令身边的人误解他是一位爱面子和喜欢逞英雄的人，从而令命运走向面对重重的困难与障碍的人生状况。由于一号人的个性好强，追求高人一等的成就，所以在命运的道路要介意本命一号负面固执又倔强的个性，进而活得顺利的人生和高人一等的成就，就要学习谦虚，时时警惕自己。当与人相处的时候，凡事多为他人着想，要懂得尊重他人的感受与观点，倾听他人的意见和看法，同时给予适量的赞美和认可，进而建立和睦的人际关系，令命运走向坦途的人生，从而活得
高人一等的成就